下面介绍浩康牌羽毛球安全网柱的安装方法。将底座包装打开，把底座拿出来，把网柱插孔垂直冲准网柱标记中心点，插好网柱，用锁母固定好。注意，网柱上有铁棍的一侧冲准场地中央。分别将网柱的铁棍从下面锁眼中取出，从球网两边带口中上端穿到下端，将露出的铁棍插回锁眼中，将网柱一侧固定绳解开，与球网一侧的引绳系到一起，从另一侧将引绳拉出，解掉球网引绳，将网柱固定绳从锁指圈小眼中穿过，拉至距球网上部30厘米左右系死，调整锁指圈至球网中部，达到标准高度即可。